张翰的客人深夜突发生理期，有谁注意张翰默默干了啥？简直太贴心。张翰大家都认识吧，作为一名颜值高演技也很不俗的男演员，他的人气可是非常高的。最近他又受邀参加了亲爱的客栈三这档综艺节目，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？一起看。看过节目的网友都知道，张翰这次是来担任管家这一职务的，因此他在节目录制期间需要服务来民宿的客人，这就非常考验临场反应了。不过张翰却凭借着自己的高情商获得了一致的好评，可以想象他情商是有多高了吧。但是在新一期节目中，张翰却面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难题，那就是他其中一位女客人竟然深夜突发生理期了。作为管家，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有谁注意到他默默干了啥？